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高虎，祝英皇体育的朋友们开心快乐，红红火火，都能够在英皇体验到精彩的人生。大家好，我是老柯，101，这直连百太阳神谱和红钻，比分推荐1:0、1:1、0:0，低赔推荐藏胜，高推荐平，进球数推荐1-2球。分析，百太阳神近期发挥糟糕，客队虽然刚刚输球，但近期状态持续稳健，后市数据对主队退级示弱，目前数据对双方入手不设门槛，选择主队只有主队赢球才有利润，主队中数值下选择主队风险和收益不成正比，在客队拉力十足背景下，主队入手门槛充足，利好主队。102，日直连大分三神鹿岛鹿角，比分推荐0:1、0:2、1:2，低赔推荐负，高推荐账平，进球数推荐2-3球。分析，主队本赛季整体实力下滑，本场比赛虽然占据主场，但遇到无亚冠压力的鹿岛，我认为主队反弹无望，看鹿岛继续抢分。103，日直连德岛漩涡东京 FC， 比分推荐0:1、1:2，低赔推荐负，高推荐账平，进球数推荐2-3球。分析，主队德岛漩涡上场1:1战平湘南海洋，球队的竞技状态一般，而客队 FC 东京上场联赛1:0战胜横滨 FC， 球队发挥出色，此前日联杯击退湘南海洋，士气提升，当前的走势不利主队一方，本场比赛看好 FC 东京客胜打出防平。104，日直连横滨水手鸟栖砂岩，比分推荐2:0、2:1、3:1，低赔推荐胜，高推荐账平，进球数推荐3-4球。分析，这场球我看比较奇怪，主队让太深了，半一球，而以两队那么接近排名，水手是让不起的。不过好在主队联赛主场胜率7-3，颇为强势。鸟栖虽然最近走势很好，但是本场是硬碰硬的比赛，鸟栖连平2场，本场主队不会给他全身而退，看大同时看好主队。记得下方点赞、关注、评论，我们这边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回复，谢谢 ，Thank you。